并不是一把杀人之刀啊。你想知道它的来历吗？这块钱杀气太重。说什么？你已经把玄铁打成了刀。天下第一刀。在江湖上杀了这么多的人，最可气的是你连你亲爹的坟都给刨了。求你来多人数多少，就就为了得到这个报仇雪恨的机会。这跟我梦的不一样。赶紧滚蛋。吃饭呢。